东西吗？小英到台东逛夜市打弹珠台初体验，第一次玩超专心，没想到就痛电立委刘兆豪。逛到一半看到摊贩养猫，总统当场定格。这只狗长得好像猫哦。小英抱着16岁的老猫，店家还把真的狗给抱来，最后索性连儿子也要给总统抱一下。总统逛夜市展现亲民风，更在台东成立竞选总部。现在的育儿津贴，一个月一位小孩只有2500块，未来的4年，我们要把它加到5000块，好不好？台东的照顾与建设一样不能少，总统上午更跑到山上实际体验包蔬果。今天我都有我小弟带六。谁在讲话？包水果被逗得笑场，但蔡政府接连推出惠农三政策，小农继续补助，深受农民好评。小型农机具的播种，农作物会办华人申请，哦，都算一点。那我已经都算的啦。从农民、基层警察、海巡，再到人气夜市拜票，总统到台东行走基层拼选票，也比人气。三巡潘金华、谢孟哲，台东报道。